廷尉，出大事了，圣上急召您入宫。香料按照浓度依次放好，不要弄错了。知道了，娘子。清溪，注意安全。放心吧，娘子，交给我了。嗯。娘子，这些香都好好保存，不要受潮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阿紫。你都嫁人了，怎么还成天抢着开店啊？嫁人了就不吃饭了？那子夫不是对你很好的吗？靠人不如靠己，正是因为你子夫对我好，我才要更努力啊。嫁了人怎么还得靠自己？那我怎么办？我可什么都不会。你有阿紫。我就知道阿紫最疼我了。这是不是这个檀香一会儿要送去肃宁伯府，这是姑母特意给姑父准备的。哦，快去吧。我还以为是我的生辰礼呢，他们不会忘了吧。二更月落天深黑，细雨无声脚下滑，梦里不知身是客，醒来已是梦中人。怎么晚了又不睡啊？爹爹才应该睡觉，这两年为了城西渠不眠不休，好不容易结束了，这又是做什么呀？爹爹啊，现在就在做一个重要的事情啊，知道这是什么？火地龙。火地龙？对。这么小的火地龙啊？这是上次到陈尚书府上，他们家有一个房间就装的这个东西，地板上就很暖和。但是爹爹觉得还可以再改进一下，我就想好好研究一下，到时候给你做一个最好的。爹爹，你怎么那么手巧呢？家里的样样东西都是您亲自做的，我阿紫也一样，这么能干，都开了八家店铺了。可我怎么什么都不会啊？是不是随了我娘亲啊？你娘亲那可是很聪明的。要是我娘亲还在就好了。哎呀，真儿啊，你娘亲虽然走得早，但是有爹爹和你阿紫在，你呀只要天天开心，让这家里头啊到处充满着你的欢声笑语就够了。那爹爹啊，明日可有何事？明日无事啊，继续研究这火地龙。好像是谁的生辰吧？爹爹，您还记得？当然记得了，真儿的生辰，爹爹怎么会忘记呢？那都是你阿紫的主意，他说呀，要给你一个惊喜。什么惊喜啊？尚书，别说话，听我查案。别走！你们这什么人？干什么？什么也不查！等会儿，陆廷尉，你们这是？今日城西渠坍塌，大堤决口，荆棘受灾。皇上口谕，命廷尉府查封尚书府，扣押都官尚书沈文琪，以待候审。城西渠坍塌？啊不！
这怎么可能？城西区工图是我亲手绘制，仅几日大雨就出现如此险情，这实在是有悖常理啊！我想先去查明缘由，以免造成更大灾祸，望陆廷尉容情啊！城西区百里已被水淹，沈尚书此时去检查，未免晚了。水淹百里，那百姓……不，我要去看看，我要亲自去看看，我要去亲眼看看。你干什么？抗旨不遵，一律罪加一等。我爹爹为了城西区，这两年几乎过家门而不入，他只是一时接受不了而已。陆廷尉为何如此逼迫？一律行事，谈何逼迫？勿再废话，原因何在？审了便知。爹爹，振儿，你放开，你放开我爹爹，放开我爹爹。杨宗，爹爹，别担心，爹爹没事啊。爹爹的供图肯定是没有错的，陆廷尉一定会查明真相，到时候爹爹很快就会出来。带走，带走，振儿，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，爹爹，爹爹，放开，站住，振儿，快回去，快走，你快回去，爹爹，走。那世子为何突然晕倒了呢？歇息吧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但是这张图必须得完成，明天就要用的。好了好了，别操心了啊。你记得啊，早点歇息。知道了知道了。你看啊，这个就是爹爹设计的渠，渠里面有支撑面，这个支撑面啊都是有规定的啊，你能看懂吗？看不懂。一个女孩子家看懂有什么用啊？我想学嘛，这样可以帮你啊。我才不需要你帮我呢。快回去。你教我嘛。我才不教，回去睡觉。我就不走。你不走我打你了。爹爹才舍不得呢。抓走了，娘子，你别哭了，我替你藏了一些家当在后院，等一下，等这些衙役走了，你也赶紧走吧，爹爹会回来的。
公图不会出错的。那万一老爷真的出事了该怎么办？你会被发配为奴的娘子，到时候你要如何是好？先是钱庄，拿着。爹爹留给我的东西和城西区有关吗？世子既然心中有沈娘子，那他的信为何不拆开来看看？世子，你醒了。世子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哦，大夫号完脉说您这是心病之象，可是查不出原因，兴许是最近劳累过度所致。沈府那边怎么样了？沈文琪沈尚书现已被押入大牢，那沈府里有关程西渠的一切资料和文书都被带回来了。派人盯着沈镇。是。沈娘子，沈娘子，这深夜打扰，我有急事找我阿紫。娘子她不在府中。这个时辰，我阿紫不在府里。不在。让我进去等。哎，沈娘子，您别为难小的了，也别为难我们娘子了。娘子她够难的了。娘子，他们这是。是啊，我阿紫已经嫁入李府，子夫又在爹爹手底下任职。若爹爹真的出事，可毕竟是姻亲之家，他们怎么能这么不管不问呢？不为难阿紫了。就是来找娘子的，已经走了。哼，真是让我说着了。行了，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哎，本想着这沈家树大根深，我儿有个依仗，哼，谁成想居然碰上这样的倒霉事，可千万别牵连我儿。哎，哟，儿媳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阿江，我父亲出事了，我要去看一看。哎呦。按理说该去的，只是你这一妇道人家，这深夜出行多危险，还有损声誉，不如等弟儿回来再做打算。多谢阿家体恤，只是娘家出事，我身为长女不得不去。哎呦，可如今你是李家妇，在这儿好歹有个避身之所，还是不去的好。我这般着急也是为了夫君，夫君既是沈家姑爷，又在父亲手下做事。所谓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我担心夫君他。哎呦，你若是真的担心他，就好好在家等弟儿回来。弟儿就在水部任职，有什么事情他还不比现在的沈府清楚？那我也得去看看小妹，她年纪尚幼，我怕她经不住这事儿。哎呀，生死有命，你是李家妇，她是沈家人，看好娘子，不许她出去。
夜深了，太危险。阿江。是老夫人。看好门口。是。真儿，姑母。好可怜的孩子。姑母，既是钱庄，可是姑父的产业。是啊，爹爹临走前给了我这个，里面怕是有很重要的东西，姑母可否领我去取？哎呀，傻孩子，你试试存柜的钥匙。我们虽然有钱柜大门的钥匙，但是存柜还是要有金掌柜的钥匙才能打开呀。那可否劳烦金掌柜去开门？金掌柜前几日出城办事了，要明日才能回来。珍儿，别急啊，今夜呀，先在姑母这儿歇下，明日一早，姑母便陪你去钱庄。那好吧。别担心啊，你爹他做事一向谨慎，这里怕是有什么误会，你今夜好好歇息啊。啊，这个好好收起来。走，姑母带你去客房。城西局相关勘测文书都在，为何没有工图？府内可有遗漏？倒是没有的。哦，我再探查一遍。嗯，沈文琪相关勘测做得如此详尽周密，可见是个极为认真严谨之人。这工图到底何处出错呀？你去找两个可靠之人复测这些数据。知道了。世子，又心痛了。世子，明天我们去了存柜，老爷就会有救的。爹爹把城西区看得比命还重要，他一直以造福一方百姓为荣，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爹爹可怎么承受得住呀？娘子，世子可好些了？这到底是怎么了嘛？哎，没事，世子，大不了我多寻几个大夫来啊。警卫，周御史来了。周御史突然造访，有何要事？来提督官尚书沈文琪，皇上口谕，城西渠一案交由廷尉府查办。皇上手谕，城西渠一案牵涉人员重大，涉案官员可由御史台提审。既皇上有旨，那周御史请便。陆廷尉，面色甚是憔悴啊，看来近日办案辛苦了。我们御史台定全力协助。有劳周御史了。恭送周御史。
昨夜刚抓到的人，今日便能要到圣上的手谕。周树安城府极深，这些年来深得圣心，拿到手谕并不奇怪。只是他的目的，公图如此重要，为何不翼而飞？是沈文琪撕毁，还是另有原因？此案有些意思。许侍郎怎么说呀？哎呀，如今你兄长已经移送御史台，怕是在劫难逃。为保苏宁伯义父安稳，还是把沈真送给许侍郎吧。娘子，可是真儿是我的亲侄女啊。这还是你的家呢，就算不顾及你我，也考虑考虑你儿子。这刚给他捐了官，一旦你兄长定了罪，什么都打水漂了，没准连命都没了。陈儿也真是命苦，一个罪臣之女一旦流落在外，肯定被人欺负，这你就不心疼了？那位许侍郎位高权重，早就去你们沈家提过亲，定会好好待他，这不是两全其美，何乐而不为啊？老爷说得对，等会儿我陪俊儿去趟钱庄，不如借此机会。夫人，你想通了。快走吧，娘子。不行，现在走了他们定会扣下钱庄的东西。那怎么办啊？他们刚刚说要你嫁给那个什么许侍郎。不管了，爹爹的东西一定要拿到。钱庄不是在东市吗？怎么往北走啊？哦，昨夜大雨，那条路积水了，咱们呀向北绕一段，走嘉义街。嘉义街。嗯。姑母啊，您可还记得那条街上有一家牛记牛肉汤，您常带我去吃的。牛记牛肉汤？你忘记了吗？那家牛肉汤店的饼我最爱吃了，每次临走前我揣两个放兜里，小时候你还老笑话我。记得记得，你从小啊就是个馋猫。那姑母，既然我们都路过了，一起去吃一些。嗨，真儿还是正事要紧。姑母，去吃个早饭而已，您不也没吃吗？我们这么早出门，那金掌柜应该还没到呢。吃个早饭就半刻钟时间。这姑母，好，都依你。我就知道姑母最疼我了。小二结账。哎，来了。娘子何时来过这家店？谢谢客官。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。你慢走啊。我自是没有来过。那你刚刚说很是怀念。我怀念的是曾经的情，可惜姑母什么都不记得。姑母。夫人。哦，站着。老板，三份牛肉汤。哎，好嘞。老板，两碗汤，四张饼。好，马上来。您帮我看看。姑母，你说城西渠坍塌真的跟我爹爹有关吗？我爹爹只不过是画了张图纸而已。是沈娘子。真是沈家的娘子，怎么好意思出现？真儿，在这种地方不要说这些。我只是担心爹爹而已，他被抓了之后也不知如何了。哎，你知道城西渠坍塌死了多少人啊？冲毁多少良田？是，这两天遍地是流民。哎，祸不及家人，他也是无辜的。那些受灾的百姓，他们就不无辜吗？这件事尚未定论，你们有何权利在此非议？嗯，有何权利？你知道城西有多少人就是因为你爹？家破人亡，无家可归的。我爹只是和案情有关，被带去审查。您又有什么证据证明程序局坍塌是我爹导致的呀？那就是你爹弄的呀！因为你爹是督官尚书，程序局的图就是你爹画的。
事到如今你还狡辩，是一定要说清楚。你给我说清楚了，不是你爹就是凶手，知道吗？啊，这件事，城西的百姓谁人不知？还敢在此强词夺理？说清楚，你今天就说清楚。陆廷尉，您正好也在，您说说，此案可有定论？此案现在尚在调查阶段，尚未有定论。听到没有，陆廷尉说了，此案还在调查阶段，你们凭什么说我爹？哎呀，你们这是官官相护啊，说到最后还不知道怎么定呢。是啊，陆廷尉，你看这些人妄自揣测，这分明就是诬陷我爹。就是，听我说，不是这样的。诸位夫人，此案廷尉府会查明真相，定会给百姓一个交代。这好了，你们要再这么吵闹的话，就是妨碍公务了啊！就算了吧。认真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你们欲去何处？我，陆廷尉，您把我们家老爷抓走之后，我们家娘子就只能待在肃宁伯府，整日都不敢出门。今天好不容易才出门喝口汤，又被这些人围攻。我真的害怕娘子会想不开，陆廷尉，你帮帮忙，你能不能派人去找他呀？你快闭嘴吧，把手放开。沈娘子今日闹这一出，无非就是想逃走，她可能和城西渠一案有重大关联。你们若仍不说实话，全部带回廷尉。说，你们欲去何处？说。送我去结识钱庄。这位娘子，我们也是急着去送货呀。这个给你，求求你了，我真的有急事，求求你了。行吧，上来。毛毛吓不着，毛毛吓不着。什么毛毛？你是金掌柜吗？在下正是金十八。我来取沈文清、沈尚书的东西。哼，是我。哎，你这小娘子，你这小娘子怎么没规没矩呢？抱歉。随我来吧。早不来晚不来，这个时辰来，你这是打扰我的清梦啊。劳烦金掌柜了。这边。怎么打不开啊？这里没有39号柜啊。39号不是沈尚书的东西，明明都是放在这儿的呀。39号柜在哪儿？你带我去。哎，急什么急，随我来吧。你自己看吧。多谢金掌柜。沈真，陆廷尉，本官怀疑你手中的东西和城西渠一案有重大关联，拿出来。这是我父亲的私物。私藏罪证，一律刑押受审。我父亲如今在御史台，又不在廷尉府，我为何要给你？你的哪门子律？要不你让御史台的人过来。
给我。爱女真儿，见信如晤，见此信时应是你生辰之际，阿娘祝你如月之恒，如日之升，二十往后波澜渐生，无心又已，赠你玉镯，望你惊醒。是我母亲的遗物，是你要的罪证吗？损坏他人器物，一律当赔偿，我会赔你的。是不是在陆廷尉眼里，一切器物都可以作价赔偿的？那请问陆廷尉，你认为它值多少钱？这件事，确实是陆母唐突了。这是圣上亲赐的上好白玉，应当能抵，收下吧。我不要你的东西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可母亲的手镯，手镯怎么了？碎了。没事的，有阿紫在。嗯。陆廷尉，此物给沈娘子当赔偿，拿着吧。你要吗？小妹说她不要，你还有其他事情吗？我陆时宴从不欠人情，我一定会陪你的。既然没有其他事情，我们就先走了。走。沈娘子，那她的信为何不拆开来看看？我梦中之人难道是她？真儿，是不是来找过阿紫？你要记住，我是你阿紫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阿紫永远会在你身边支持你的，知道吗？世子，世子，世子，世子。阿紫，你后来是怎么出府的？我早让人通知了你子夫，他虽被派往城西，但让小厮回来传话，爹爹之事不可不管。子夫真的太好了，他的父亲帮助甚多，理应知恩图报的。眼下这铺子尚未开业，正好作为你的安身之处。来，而且这是沿街的铺面，即便姑母来找你，也不会太过越矩。谢谢阿紫，可惜忙活了一个晚上，也没帮到爹爹。这些事情交给阿紫和子夫就好了，你踏踏实实的在这待着，阿紫再想办法去探望一下父亲。我也要去，还不知得不得行呢，让阿紫先去试试。牢狱寒苦，爹爹又身患旧疾，阿紫记得带些常用药去找他。
阿紫都准备好了。嗯，娘子，都准备好了。好了吗？嗯。跟阿紫来。真儿，今天是你生辰，我们真儿长大了，但记住，只要有阿紫在，你都不必逞强。阿紫，祝我们的小寿星生辰快乐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嗯，娘子，生辰快乐。生辰快乐，娘子。快吃面，快吃吧，娘子，趁热吃，这面一定要热的才好吃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好不好吃？这是我新做的，娘子，我新学会的。这个鸡蛋可是我煎的。金氏钱庄的掌柜前来击鼓鸣冤，说罪人沈娘子欠债不还，畏罪潜逃，现已出城了。罪臣之女如何出城？篡改的户籍，假冒的文书，拿下。通关令文谁给你的？回本官的话，是你纵的火吗？皆是我一人所为，假冒文书是，篡改户籍是，纵火亦是，我都认。廷尉府向来秉公执法，该你认的你认，不该认的也轮不到你来认。一个罪臣之女，何人敢帮你徇私枉法？我父亲不是罪臣，他是被诬陷的。沈娘子，暂行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本官劝你如实回答。说。廷尉就是问我百次千次，我的回答只有一个，皆是我一人所为。行行。您刚刚是不是梦到沈娘子了？您刚刚叫了她的名字。我梦到沈娘子要逃跑，被我抓回来永刑，之后她刺伤了我。之前我还梦到过我快死了，难道是因为她，还有这诛心之痛？莫不会这沈娘子施了什么妖术？那沈娘子现在在何处？白行阁，走。愿用心碎换一滴
许小姐这一路的颠沛，若不相见更何谈轮回，不是你悲欢都不